刚走路过来差不多两三公里吧，身后的就是一个音乐会，这里是一个村，位于南朗镇，对，叫左岸村。这个村的最大特色就是麦田，对，水稻，还有就是村的一些建设或者是规划比较好吧。音乐和麦田结合的话，这算是这个村子的一大特色。好，我们现在去探索左岸猪狗。今天呢，来到左岸村，非常的开心。今天很久一个没有见的老同学，对，飞哥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。好久没见，真的好久没见。好久没见，我们大半年不见了。应该差不多。今天我们两个就准备在左岸村打卡探索。对，逛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新鲜的。新鲜的东西，新鲜的事物，嗯，够。